新竹县文化局当年调调，那外头新竹市新阿母七路盼豆等宽天将内力发通，就民众都建议下几摆是得增加场次，本地摆调艺很卡丰富精彩。特别是新南木七路的波塘风，顶版天阳烟的天阳开始做以前，一类类传奇文面跟语文表演，先来比发通脑棒。感觉的话就是很新鲜、啊，就是很新奇啊，因为我也是很少看变脸秀。这样的活动啊，这样促进这附近的这个社区活动，其实是好事、啊。还有我们在家里都闷坏了这样。家中评论声音的初体登板风，听音做起农村的休闲时光，因为发通增加亲子互通，故所有人建议希望登板听养烟做得加班重吃。这个板的电影是越办是越精彩了，然后它之前是六日每两天都有，然后现在好像只有礼拜六才有，所以也可以希望可以恢复到六日两天都有的状况这样子。那这两年呢，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哦，就是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是两天，那这一次呢也是两个礼拜这样子。那如果说各位民众有需要，就是在希望能够扩大办理的话，这个我们新竹县政府也会来考量。民众嘛希望未来做得放松家庭的健胃安养片，安尼会够上瘾。对亚文化局表示，顶半天养烟归速度太高的分量，未来会透过多年丰富的养片。客家新闻王文耀，新竹报道。